今天是你已经防疫在家第三天了吧？基本上是今天就不出门。对，有没有可能说这段期间可能感情升温啊？有没有可能几个月后就怀孕还是什么之类的？有没有可能？也不至于。纳豆哥，想请问一下，就是因为你这一次就是同学麦纳斯啊，又有入围，当下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吗？我在看直播啊，我看到那个就是宣布直播的，你就看。最佳男配角，同学麦纳斯纳豆，同学麦纳斯刘冠廷。他是大家在先恭喜我，再恭喜一下你入围，然后麦纳斯就这边说说什么。欸，可是这次冠军不入围哦，自己要注意，自己小心的。觉得突然间意念很大了，然后我就说好吧，我让给他，然后我说我好了，冠军让给你了。然后冠军就在那个边说，说好啊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因为去年你演这个角色嘛，叫罐头的角色，大家都觉得非常的传神。看你不是拜拜而已，你看起来心情也很拜，你不是主持吧？我最近有看到你那个 MV 啊，就我很好骗。就是演的角色还是一样，就是很厌世，然后就是比较有点乳蛇的那种感觉。请别介意我的笨拙迟疑，毕竟我也不常拥有感情。会不会怕？哦，就哦，会很怕，就是大家以后都找我演这种角色。其实我本来就有一点怕，因为我觉得刚好演完那个之后，然后就找我演那个 MV， 然后都是这种比较。的角色非宅那种角色，对，不然想说，会不会定型？后来转念想说，被定型可能是长这个型，本来是在。今天是你已经防疫在家第三天了嘛？我看脸书是不是都在玩电动？基本上就是基本就不出门，对。可是因为以前真的是因为我真的工作很忙嘛，我一个月要出将近20天的外景，然后还有一些节目，然后有些比较客串戏啊，所以其实很。我真的很少在家，所以能够这么多长时间在家，我觉得应该是狗，就我们养的狗，我觉得很特别嘛。说，我昨天看到有个姐姐家里面，我曾经多看一些那个美食的那个节目，因为想到之后复工的话，吃上完宵可以增加一点口感那种。除了看美食节目，你自己有没有做菜之类的？做菜比较没有，交给女朋友做就好。有没有可能说这段期间可能感情升温啊？有没有可能？几个月后就怀孕还是什么之类的？应该不至于吧。我现在是一起只希望可以赶快，就两个礼拜之后就复工这样，因为其实还很多事情在卡着，就是包括本来的新节目已经要开了，就因为这一波什么延后，然后就延后性太多了，太可怕了。对，但是还是要可以赶快恢复正常生活。舅舅就是侯友宜大市长啊，他现在也很辛苦，就是有去有传讯息留言慰问一下舅舅之类的吗？我觉得他现在应该不需要这个，好像现在真的是，他因为他真的很辛苦啊，能做就是顺那一次啊，就是不要到处乱跑，然后赶快等这一波疫情过去啊，怎么样，就做能做的事情。我觉得有信心啊，因为我觉得我们跟国外比起来，就我们是自主性封城的感觉，就是我们真的在长个外水，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只要再努力下去，应该是可以有机会，才恢复正常的。